由东京六本木搬到去蓝丁田嘅 Sloopy Museum， 要等到12月5日开幕先至有得睇。但系隔篱嘅 Penis Cafe 已经率先喺11月中登场啦。周围都有好多 Sloopy， 仲有 Charlie Brown 同埋其他好朋友。正中间有 Sloopy 嘅招牌红屋仔，嘢食同埋精品都系用郊游做主题。套餐包括烤鸡同埋肉丸，pan cake 嘅款式会随住季节转换。Picnic box 入边有窝夫、炸热狗、沙律、炸鸡同薯条。睇埋有咩 Sloopy 精品先。